俾秦部做低咗啊！叻仔，食完纸巾啦，等我嚟。最中意汤羊股噶啦，唔好唔好杀我！就是这样，我被他们陷害，他们用电线勒死我。走，扎着伤做咩？想吞埋啊？妖爷，我死了，高云柏就摄咗喺条电线度。你哋戏院的电箱同呢条电灯柱是相连。